澳门啊，哎，他个男的查某人安尼吼，啊，这查某人哦，你若怕澳门，他男的查某人安尼，哎，因为男生女生都要睡饭店才有人睡安尼吼，哎，就是这半醉半清醒，哎，半醉半清醒，这句话就是为遐演变而来的啦，哎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了解。我现在跟你讲讲，你先来听听，来继续安排我们的钢管秀。好嘞，今年的咱钢管舞吼，啊来跟咱强调，咱的天地福德宫，啊咱地府千岁福德之神，咱的土地婆伊个咱太子关岁，咱的神都伊个咱入面之神，圣诞千秋吼，来跟咱感谢咱爷爷呢，啊来跟咱提供着咱看安徽，或者什么是咱天地福德宫，咱的事务组长，咱的事务组长吼，咱的林丹书记的义庆林义庆哦，我们的义庆帅哥。帅哥，等咱一起大大细细一同来甲庆贺，来甲咱中秋贺寿，来甲祝福咱李李庆，啊，咱一起大细当家庭幸福美满，会当笑开开，平安顺时，好运满满，好运会当年年来，门家出来出当好，会当福利当生人发财，非常感谢，耶，欢迎大家。哎，要未要未甲你下贺寿嘞了？哎，以前你做你领导提花姑，伊讲这边做兵的啊。用火炉来，哎，伊即马输去饭店下骹，把烤肉扛起来，可以回家落来啊！哎，真正要提火炉来咧烧哦，真诶真诶，伊真咧走啊，伊真咧走啊！等下你若要堵落来吼，你若要堵落来，到这你太用叫诶，无你规厝会去烧伊，哎，真正提火炉啊！顺心，会当顺顺利哦。